您曾经说过，一世修成的三个基本点是前世的根基、今生的修为和有名师指引一门精进。然后我同学呢，因为他前世的根基很好，在我们第一次参加香港法会时，菩萨就给了同学很多开示。今生又如理如法的在修，修行之初听到师父录音里开示，可以祈求菩萨忏悔和消除导致某某某不顺的业障。然后同学当时就顿悟，一切的不顺都是业障所致，修行的根本就是先消业。从那之后，每次放生都求菩萨消除业障，就连功课里大悲咒、心经的最后祈求都加上去消除业障。每次放生回来后都做到消业的梦，同学自己感觉业障消得非常快。啊，今生又一直跟随师父学佛修心，没有停滞或非常懈怠过。大约在同学为自己的要经者念诵了1000多张小房子后，上香时菩萨就告诉他宿债已还清。然后平时生活里的事情，菩萨妈妈都会直接给他很多开示。很多次同学在念经时，师父的法身张国老菩萨还有菩萨妈妈直接把他带上天。然后一个月前，同学许愿请菩萨护法管住他，他一定要好好修不造新业。同学许愿后并严格持戒，然后来自菩萨和护法的加持更强了。同学说话严厉时，护法神会提醒他，让他以柔克刚。同学意念一动，想着一定要放下，以后的弘法都要放下，交给菩萨妈妈安排。然后菩萨妈妈接着就告诉他，这样菩萨妈妈就累了，不过菩萨妈妈很高兴。然后前段时间我们在念经时，同学感觉大脑被拧了一下，然后接着就飘忽到了天上。同学还在想，人间已经黑天了，天上怎么这么亮啊？在天上一位尊者在迎接他，尊者告诉他，因为他喜欢美好的事物，菩萨安排让带他去看荷花。同学看到了满池金色的荷花，过了一会儿荷花被黑色的恶气腐蚀都变色了。尊者告诉他，因为人间的恶气恶业很重，都影响到了低层天。然后尊者继续带着同学往上走，并且告诉同学，更高的天上是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、不生不灭，不会被影响的。然后同学在更高的天上看到了师父的法身，师父的法身是金色的，非常非常的庄严高大。同学在师父跟前是一个非常非常渺小的小和尚。师父告诉同学，要是同修们都像同学这样被观世音菩萨直接管着，师父就省心了。过后不久，同学就被尊者在天上再次受戒，并把他送下来了。然后前几天同学诵经时又再次上天，菩萨告诉他回天的门已经为他打开了，以前没有提前打开是不能折损他的福报，现在为他打开了。同学跟菩萨说，妈妈让他什么时候回他就什么时候回。菩萨妈妈告诉他，迎接一位菩萨的归位不是观世音菩萨说了算的，好像大意是要天时地利人和、人间的使命完成等各方面的因缘具足了才行。然后分享这些是想请师父放心，你有很多真修的弟子，不为自求人天福报、声闻缘觉乃至浅成诸位菩萨，唯一最上乘发菩提心，愿与法界众生一时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哎呀哎呀，你们知道，所以今天的录音非常重要，要大家都听听什么叫开悟，现在明白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学佛、学心灵法门，学到后来连经文都明白了，不是在念的问题了、连里边的意思都明白了。你知道这个你刚刚说的那个女孩子还男孩子啊？是女孩子，我同学。好了，很简单了，这个女孩子已经人间的业障全部还完了。哎呀，这么乖呀、是的师傅。而且她以后可以自由出入天界了，我可以告诉你。对，他现在就经常可以上天，他念了经他就可以上去了。啊，他比那个老伯伯差不多了，那老伯伯比他可能还不如了，因为现在这个女孩子的话，他已经今生的业已经还完了，所以他没有业报了，所以他能够到天上看见师父的法身的话，他完全他已经能够在天上自由出入了，很厉害了，已经很厉害了。啊，低层天，因为看见荷花的话还是低层天的，啊，越高它就变成莲花了。实际上荷花跟莲花因为形状不一，但是它毕竟荷花有
有别于莲花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嗯，明白了，师傅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师傅。师傅，还有一件事情想分享。你讲啊。师傅，还有一件事情想分享，是请同修们坚定信心，坚持向前，持续烧水才能烧，才有烧开的一天。然后同学的婆婆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中风，她半边的身子不灵活，一边吃药一边念小房子，因为条件限制，只是念功课、念小房子，很少放生，也不出去度人。每天四张小房子念下来，到现在有一两千张了。以往同学给她婆婆烧小房子，同样的纸张烧出来的灰是黑色的，很黑很硬。最近烧小房子时，灰变软了，也有金光闪现。同学问菩萨妈妈，菩萨妈妈说，因为小房子达到了一定